你们这儿能不能稍微压缩一点，少说一点？嗯，我们两个斩钉截铁的说，不行。不，凭什么我们上来就要少说？这中国说不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主办方毫不顾及主持人的感受。真是，你可以把广告掐掉吗？对。包括送 iPad、送 iPhone， 你都可以私下里再说嘛。对，把时间省出来。你可以给我们，我们转送给观众嘛。但是主办方放心，我们两位是优秀的主持人，我们会很好的控制节奏，争取在两个小时以内完成我们这个颁奖。一定。长沙的天气真好，观众更热情，开讲。